哇，发生地震了吗？别害怕，这是舞台剧的场景啦。由安心亚主演的日常练习曲，居然将地震搬到舞台上啦。第一走台的时候，走上去感觉怎么样？觉得很好玩欸。觉得好像游乐场是吧？对，就是不用花门票可以玩到。这次演出这个地震的桥段，会不会觉得很挑战？很恐怖欸，我要抓那个架子倒下的时间，好恐怖哦。那个戏马要来报，其实我有点高兴。没有，我其实更担心他的安全了，因为他戏里面我是不能动的，然后他必须由他来拉我，所以我觉得其实，在那一当下也是会担心说新雅的状况。能被女神保护也太幸福了吧！不过哎，听起来怎么觉得角色应该互换吧？原来安心雅在剧中可是在倒追这位宅男大叔，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很难想象。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是喜欢的人就会告白，然后也是有被拒绝，就哭着回家这样，所以是有感同身受的感觉。但是长大就不敢再告白。对对，现在比较爱面子了。而安心亚挑大梁演出舞台剧，除了要连续演22场大挑战，对他来说还有个大难题。本来觉得我就是应该不太会忘词或什么的，但我昨天竟然忘词了。